大家都知道，十八世纪呢是东西方双雄并峙、互相对望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中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样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达到了帝制社会的鼎盛，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视四邻。另一方面呢，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它的殖民锋芒指向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派出大批前教士来华布道，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纷纷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洽谈商贸，俄罗斯虎视眈眈去中国的东北、西北、蒙古、广大地区，中西方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世纪。但是在强势的清朝背后映衬着沉重的阴影，一场由西向东的飓风正在呼啸而来。将十八世纪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别是将它与西方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变革相对比，可以看出当时的中西关系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康雍乾盛世，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获致更为深刻的理解啊。我们呢，现在改革开放也有差不多将近四十年了，我个人认为呢，这是自200年前的康雍乾盛世以后，中国又一个新的发展比较迅速的历史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时期呢，从开始到现在也不到四十年，但是康雍乾盛世差不多是100多年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味上一次的中国出现的那个盛世，应该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体会啊，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这个经验教训啊。今天我讲述的这些内容呢，在200多年前，我想也许可能只有清朝的军机大臣们可以听啊，可以作为一个内部报告听，但是我们现在过去200年的啊，这些信息应该是可以对整个社会都可以开放啊，没有问题的啊。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讲一下中西交流给北京带来的西方元素。十八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雍乾三朝以后呢，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所谓盛世呢，包括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国局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缘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的稳定，世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的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的生活相对自足，这些条件呢，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超过了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是最长啊，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两个皇帝，几乎跨越了十八世纪。中国历代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啊！就是我们的版图在世界，在当时已经十八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我们当时的这个经济总量，就是现在说的所谓 GDP， 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啊！比现在美国在世界上 GDP 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啊！诚如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所指出，直到十八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做纵向的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十八世纪的中国的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啊。
与此相适应，十八世纪的北京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国际意义的大都市。北京不仅是东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吕宋、暹罗、文莱等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诸国都保持着与清朝传统的往来关系，而且与欧洲各国交往，而且是与欧洲各国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这三个方面与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据统计呢，十八世纪耶稣会啊，这是西方的这个天主教会的一支啊，他派往北京或者游历过北京的传教士达到115名。其至1840年遣使会啊，这也是天主教会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流，他来到北京的传教士至少有17名。从另外像方济各会，这也是天主教会的一支，在北京也设立了教区。从1716年到1860年，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向北京派出布道团13届，约有130多名神职人员。这些传教士常驻北京，集传教、外交、研究和收集情报于一身。另外还有华人司铎多名。迄今对于遣使会的研究啊，中文成果非常的缺乏。遣使会呢，在耶稣会被解散以后呢，取而代替耶稣会在北京的角色，同时大力的发展华人主教司铎，成为19世纪在北京传教的主力。平心而论呢，这些西来的传教士，一方面呢，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宗教文化科技促进了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一方面呢也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大力发展西方的汉学，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欲望，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潮、中国轰，在世界范围内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教士是向东方殖民开拓的先行者，他们因为长期驻扎北京，不乏有的甚至充当西方获取中国情报的坐探，为后来的西方殖民向中国的殖民开拓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在18世纪，欧洲各国派往中国的使节使团，俄罗斯有伊兹马伊洛夫使团、沙瓦使团，葡萄牙有费拉底使团、麦德洛使团、巴哲格使团，英国有马格尼使团，荷兰有德胜范巴兰使团，教廷有多罗使团、加勒使团。那么中欧的外交使节继续保持往来。皇亲直贡图啊，卷一对来往欧洲的使节加以描绘啊，里面涉及到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荷兰等国。在商贸方面，来自于北方的俄罗斯商队以北京为中心展开活动，北京一度是中俄贸易的主要场所。传教士、欧洲其他国家的使节随带的物品、礼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可以说北京与欧洲的来往保持相当开放的局面。从整体来说，18世纪的中国虽然维持封闭的状态，但是从局部地方，比方说北京、广州这些城市来看，却保持与外界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北京是当时世界上与外部交往最为频繁的都城，北京也有足够的渠道了解外部世界。西方元素成为京城丰富多彩文化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堂啊，这是天主教在北京设立的四个教堂，俄罗斯馆、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这些区别于中式建筑的西方风格建筑，还有钦天监观象台的欧式仪器，留下了西历东正的名证。
作为耶稣会士入京的另一个重要附属物，是一批中国教徒的出现和师铎的产生。啊，这里我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当时，耶稣会士就是中国籍的啊，大概有这个38人啊，数量呢居全国之冠啊，这也反映了17、18世纪的耶稣会呢在京的渗透之深。与元朝信仰天主教者非为汉人不同，明清两朝的天主教徒都为汉人，这也是清朝猜忌天主教的重要缘由。就是元朝接受这个天主教影响和的教徒或者信徒呢，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啊，但是清代呢主要是汉人啊，所以呢这个清朝非常忌讳这一点。与18世纪欧洲的代表性城市巴黎、伦敦、莫斯科、罗马相比，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财富集聚、文化含量等方面，北京仍具有无可比拟的明显优势。这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秩序给北京带来的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资源密切相关。啊，我们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北京它集中了全国的各方面的资源啊，所以呢，这个当时跟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比呢，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谈一下西方对于中西实力的评估啊。中欧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信息交流，并不对称。在中西互相对望、互相对话、互相认识的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从中国获取的资讯和灵感远远超过了中国从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间的这一差距在19世纪得到应验。中国因为对西方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屡受战争的挫辱，反过来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通过长达200-300年与中国的接触，特别是驻节北京的亲身经历，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从外部到内部，从表层到深层到深入，从地方到中央有了极大的发展。西方对于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了解，不能说已经是了如指掌，但是大体不误。法国耶稣会士的三大名著啊，就是《中华帝国志》《中国书简集》，还有他们编的16卷的《中国丛刊》，和英国马格尼使团的报告提供的报告，可以作为例证来证明这一点。神秘的紫禁城，对于那些频频出入朝廷的、清廷的传教士，已经再熟悉不过。由于担任中欧交往之间的翻译，清廷的外交秘辛完全为传教士所知晓。就这个清朝呢，他同西方国家、欧洲国家的这些外交谈判，中方的秘书都是由当时在京的传教士来担任的啊。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同俄国在1689年举行的尼布楚谈判，当时谈判的翻译呢，就是一个是葡萄牙人，一个是法国人当翻译啊。所以这个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这个版本，它有汉文本、有满文本、有蒙古文本、有俄文本，还有一个拉丁文本，有5个版本。而最标准的版本呢，可能是拉丁文本啊。就所有的中西之间的谈判，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当时在朝廷为清朝服务的这些传教士担任这个翻译。所以清朝的外交，前期的外交对于西方来说没有什么秘密。这些传教士在参与这些谈判以后，他们经常通过书信、通过报告，会向本国报告啊，会向本国报告啊。从利玛窦以来，
北京作为帝都，始终是耶稣会士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心所在。耶稣会士从实验策略、知识传教、上层传教，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这样一种传教策略对于后来的西方对华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通过长期的各种途径的接触，从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是国家的重心之所在，所以他把远征中国的战略啊就放在北京，啊，他采取的是擒贼先擒王的斩首策略。面对辽阔的中华大地，西方殖民者对华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布列在谈到16、17、18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战略的时候，他这么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各国在其侵略行动中表现其各有的特性。葡萄牙的特性呢，是将其侵略精神与传教精神严密结合。至于其牟利的精神，也就是商业的精神，无论其表现如何强烈，都是退出第三位，啊。那么这种情形呢，它实际上也适应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就这些国家呢，都比较，把重点是放在传教。但是后期的英国，由于商业比较发达，最先经历工业革命，所以他寻求发展与中国商贸关系，开拓中国的市场。总的来看，西欧的列强由于距离中国遥远，主要是选择在东南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和活动，企图在这些区域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和通商的据点，对于宗教远征和商贸往来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俄罗斯呢，凭借在陆地与中国接壤的优势，寻求向东向南扩张领土，他对宗教传播的兴趣并不大。他的主要兴趣是什么呢？是收集情报啊，收集情报啊。俄国人企图吞并大片土地面的欲求和西方列强打点的谋划，成为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两条相辅相成的战略选择。近代已将英法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组织远征军直扑北京，以要求建立通商口岸等条件为要挟，表现了其斩首的战略和打点的谋划相结合。而俄罗斯趁清朝之危，大势危笔，勒索清朝让出大片的土地，以逞其对面的要求。北京经验在西方人的中国经验中可谓重中之重，称得上是他的精粹所在，啊。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啊。他从各个方面啊，我们下面来看。首先看政治，利玛窦的《中国杂记》第一卷第6章，啊，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治机构做了介绍。安文氏的《中国新史》从第12章到第16章用了5章的篇幅介绍清初的中央机构和在京的京兆机构。李明的《中国进士报道》第9封信也涉及到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介绍。杜赫德，这也是在法国的啊，编辑的《中华帝国志》第2卷大篇幅地介绍了清朝的宫廷礼仪和政治制度。约翰·巴罗，这是英国马格尼使团的一位成员，他的《中国旅行记》第7章专辟一章讨论政治、法律、地租和赋税、文官、武官及文武机构这些政治问题。还有马格尼本尼的这个日志也评述了清朝政府、司法、文武官员和政治制度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这些文献呢，对于中国政治制度详细的介绍和评述，不断充实西方对于中国政治的内情的了解，
更新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可以说呢，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中国的政治，西方人经过研究啊，他们吸收了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啊，比方说中国建立的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制度，对于法国、对俄罗斯就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啊。关于经济发展，将西方人的中国观感按照编年排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俄的经济比较的大致把握。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帝国志》，在第一卷第34章里面描述了这个帝国的富饶、它生产的果实及其他东西，表现了西人对中华帝国的富饶和繁荣的羡慕之感。这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初，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的印象。利玛窦《中国杂记》也承认，在食物方面和大米产量方面，中国人比西方人要富裕得多。因为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他所获得的中国的农业的资料，在他的这个《中国杂记》里面呢，多有记载。安文斯的这个《中国新史》里面也声称，航行和物产丰富，即一个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是贸易的两个源头，中国具有这两大优势，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超过它。至于肉、乳、水果以及其他的食物，完全可以说我们欧洲有的他们都有，而且有许多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品种。这个安文斯呢是来自于葡萄牙，那么他对当时中西的经济比较呢，是跟实际上是中国和葡萄牙的这个比较。那当然中国在当时比葡萄牙还是要发达得多啊。随着法国耶稣会士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明的《中国近视报道》宣称，中国人在住房方面远远不如我们，他们的房子不如我们的豪华美丽。在法国，无论个人的财富还是个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华方面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走得更远，而中国人在一般活动和公共场所几乎都超过我们，看上去很讲究排场，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里居家过日子，我们的居室却无比的富丽堂皇。有钱人虽然数目少，但生活还是过得更轻松，装束打扮更舒适，饮食起居也更周到，一般来说费用的执着更稳定平衡，啊，也就是说呢，在公开的公共的这个盛典，讲究排场方面，法国可能不如中国，但是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看，他们观察呢，当时法国人要比我们要强一点，啊。那么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志》，一方面盛赞中国地大物博、宏观秀丽。但是也一方面也指出呢，这里尽管是物产丰足，但是矛盾之处呢也确实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起来也非常的贫乏。它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需要更大一倍的国土才能维持安居乐业，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呢，中国的人口很多，土地面积实际上还是有限的啊，如果要维持足够的繁荣，还要更大面积的这个土地面积啊。18世纪这个极度的人口膨胀和土地使用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在外人的面前。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中华帝国形象出现在法人的文本中。那么后来英国的马格尼使团在游览了北京、天津、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以后，饱览了整个大半个中国的大好河山。
这个马甘尼使团呢，他是1793年来华访问的。他先到北京，然后再到热河朝拜这个乾隆皇帝。朝拜乾隆皇帝以后呢，他们当时就清廷的就安排他们从北京陆路南下，啊，陆路南下。他来的时候是从海路、水路来的，啊，就是他的船一直开到大沽口，然后在大沽口登陆，然后经过天津通县，然后到北京。但是回去的时候呢，他是沿着陆路从北到南一直走到广州，所以他就有机会呢观察大半个中国啊，而且这是中国最好的东南地区啊。所以对原图呢，他们就进行观察，而且留下了各种记录啊。比方说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他专门有一章记载中国的农村的面貌啊。他对中西之间的进行了中英之间的这个农业进行了比较啊，认为中国在生产方式上英国的大农场优于中国的小农场啊。在人均耕地面积上，他也发现中国的这个耕地面积要比英国人要少啊，要少啊。那么他们的这个观察呢，应该说是还是符合实际的啊，符合实际的，基本上符合实际的啊。当时英国在西方呢，它是在经济上已经是走在前面的一个国家了。当时英国的这个农业发展呢，可以说基本上为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做了这个做好了准备，啊，做好了准备，就是它是在1793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呢，它是在十八世纪这个60-70年代开始的，到19世纪30-40年代完成，啊，那么1893年呢，他马甘尼使团来华的时候呢，这个工业革命呢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也就是说呢，这个英国的经济成分，它已经有相当的这个成分的是工业的成分啊，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它的经济上，它的总量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超过中国，但是它的经济成分有工业经济的成分，所以它优于我们的结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关于科技水平。明末清初西学在士大夫最受欢迎的是余地啊，就是地理、天文、数学，这实际上呢也是中国士大夫认可自身这些学科比较薄弱、急需弥补的领域。根据统计呢，明清耶稣会士注意涉及的学科相当的广泛，除传教和汉学的书籍以外，天文、数学、地理、余地这方面的注意呢，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啊，下面我们首先看余地啊。利玛窦编的这个《万国舆图》啊，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这个世界地图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白晋所著的《黄舆全览图》啊，这个是中国最早的这个可能全国的地图啊，以及。乾舆体意啊，直方外纪，坤舆图说等等，啊，此为最著者。这些书呢，都是西方传教士啊撰著的一些有关余地方面的著作。耶稣会士的这些著作呢，在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玉珍先生呢这样评价：元明间，世人若为民救兴于地理，自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艾如略著外直方外纪绘图立说，视为五国之有五洲万国地质之始。而清康熙各教士测绘全国与地，犹有功于五国焉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知道有世界有五大洲啊，这个呢是从利玛窦以后才开始的。我们中国绘制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地图，
啊，也和传教士有很大的关系。在天文方面，1600年前后，利玛窦将欧洲的天球仪、星盘和日晷等小型仪器带到中国来。从1629年开始，邓玉涵、罗雅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应徐观启的邀请，供职于皇家天文机构，在《崇祯历书》等书籍里描述了十几种欧洲式的天文仪器。包括朵勒密的时代的仪器，还有帝国的仪器，还有伽利略的望远镜等等。清朝初年，汤若望开始执剑钦天监，并且将《崇祯历书》修订为《西洋新法历书》。1669年到1674年，南怀仁为北京的观象台主持设计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等等天文仪器，刊刻了相关设计图纸和说明书。1713年到1715年，钦天监的这个监正纪里安为观象台来添造了一架欧式风格的地平经纬仪。1745年到1754年，戴敬贤、刘松林，这也是传教士啊，为观象台制造了一架几横浮沉仪。那么这些传教士所制造的天文仪器和传授的技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最新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呢，当时主要还是停留在文字的介绍，为皇家所御用，没有普及啊，没有传播开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当时中欧的这个科技交流呢，都是带有御用的性质，它没有在全国传播开来。这是跟我们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关系的啊。在数学方面，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与徐观启合译了《几何译本》，与李之钞介绍了同文算子。明末清初，为配合立法改革所编制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里面收有若干种数学方面的著作，包括艾如烈的《几何用法》4卷、邓玉涵的《大册》2卷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的数学家梅文鼎对传入的西方数学也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排和阐发，消化新传的西方数学。康熙帝向来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张成、白晋学习西方的数学，这件事呢，经过白晋的《康熙皇帝鉴》介绍，传播到西欧洲，传为佳话。所以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呢，康熙是一位非常开明好学的一位中国皇帝啊。传教士呢并不是专职的科技人员，当然法国耶稣会士的例外，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科学素养比较高，他们传授的这个西方科技给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和成分。在明末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情报。在科技方面，他们所获的主要是传统的工艺，比方说瓷器、纺织、人斗、植物、奇器等技艺。他们开始形成中国停止不前的科技停止不前的观点，就是他们从中国所获得的都是一些带有手工艺性质的东西，所以他们说中国人擅长多种工艺，特别是丝绸和某类棉布的制作，他们擅长印染和定色之方，也优于处理颜料上色的研磨和调和，旗帜的制造和使用，以及利落的墨匠手工活，就是这都是一些这个就瓷器、墨匠啊、丝绸都是一些这个手工艺的东西。至于在科学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啊，这是从中国考察归来的马格尼使团的结论。就是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在科技方面，中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落后于欧洲啊，这是马格尼在观察中国之后呢得出的一个结论。
由于拥有绝技的耶稣会士多被招进北京，所以上述的科技交流基本上是在京城交流，带有浓厚的御用性质，这可以说是十七、十八世纪中欧交流的科技交流的一个局限。由于中西方之间的科技在当时尚未拉开啊，就是那差距还没有拉开，中国人呢有能力消化来自传教士带来的信息，所以中国的士人不以差距，而是以差异来看待双方的落差。加上康熙皇帝倡导西学中原说，士人对于中西之间的这个差距和裂痕，他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把它抹平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凡属于在当时的中国士人看来，凡属于西方有的，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早就有了，而且这些东西可能是中国很早很早就传到西方去了，我们中国失传了，现在西方呢又把它传过来啊。那么马格尔尼、约翰巴罗在他们的报告中对于中国科技的评价和中西之间的差距的看法显然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也大体反映了当时走在欧洲前列的英国人的一种自信啊。因为当时英国呢，他已经是走在欧洲最前列的一个国家啊，在他们没有来中国之前呢，他们就认为我们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啊。但是在他们访问了中国之后，他们认为英国比中国要更先进啊，这是在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关于军事技术，国人认可西人的武器首推火炮啊，就是大炮。在明朝末年，辽东的边境战事频繁，面对强悍的清军，明朝将目光投向火力较猛的西洋大炮，时人称红衣大炮啊。这个红衣大炮，这个红衣大炮呢，是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他们就使用这种武器。那么这种武器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明朝宫廷呢，明朝的这个皇帝呢，崇祯呢，他就招这个葡萄牙人，从澳门招一些葡萄牙技师到北京来，帮助他制造这个火炮啊，火炮，用于这个抵御清军的南下啊，这个火炮呢，也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后来在跟清军作战的时候呢，明军被打败以后呢，这些火炮呢就被清军所缴获。反过来呢，清军呢也制造这种火炮，啊，他把这个红衣，原来叫红衣大炮，他改名为红衣大炮，一改成一，一字之改呢，表明了清军对这种武器的证明，啊，后来清军南下，攻城略次。平定三方叛乱，在武器上就主要用的是这种红衣大炮啊。在军事上呢，他获得了一种用这种技术呢，这个获取了一种优势啊。西方在军事上另外一个优势的技术呢，就是造船啊。在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方之间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海战，但是对于西方的造船技术，造船技术呢，中国也有领教。当马格尼使团的舰队出现在大沽口时，三十多艘中国的船围着他，围着马格尼的坐舰。马格尼的坐舰很高大，三十多只中国的小船呢，当时都很低矮，啊，很小，围着他，啊。那么中西之间的那个造船和那个吨位的比较，一看就出来了，啊，一看就出来了。其实当时马格尼使团乘坐的坐舰还不是英国最大的这个军舰，因为英国的军舰在当时呢，他害怕这个到中国来大沽口，这个海港这个水浅，所以他不敢派那个吨位最大的军舰来中国啊，是派的稍微次一级的军舰啊来中国啊。但是呢，马格尼为了展示英国海军的威力，他带来了一枚他们最大军舰的一个模型啊，一个模型。这个军舰呢，配有101门重炮啊，101门重炮，吨位也比较大啊，
当时呢，他把这个模型，炮舰的模型、军舰的模型送给了清廷，但是可惜呢，这个清廷呢没有很好的重视它，也没有去研究它，啊。其实呢，过去我们常常啊，国人所夸耀的这个郑和下西洋，虽然声势浩荡，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之举，两者所使用的航海技术也不可相提并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从欧洲到美洲，大家都知道它是横渡大西洋啊，横渡大西洋，这个要求的航海技术是非常之高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它的航海路线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是贴着这个海岸线走的啊，从中国出发啊，到东南亚各国，然后到印度啊，他每隔两三天或者最多隔一个星期，他就可以上岸，就可以得到补给啊。所以在航海上面，他所要求的技术难度是远远不及于哥伦布的啊。因为哥伦布他要在海上穿越大西洋要经过几个月，没有其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上岸的补给这一说啊，他要带足两个月的这个船上的这个饮用物资和水，这个很难的啊，还有这个方向的定位也不容易啊，所以他那个风险非常之大啊，风险非常之大。全歼炮利是近人对于优势的西方技术的一个概况，实际上这个优势呢，在十七、十八世纪已经显露端倪。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已经应该说已经看到这一点，但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啊。就西方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已经显露出来，但是我们没有重视它。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想谈一下康雍乾盛世下前存的危机因素。戴逸先生在比较中西走向现代化的路程时，深刻地指出，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长期的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察觉的缓慢过程。十八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北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历史造成以后很长很久以后，人们才会感到有切肤之痛。那么戴先生这个看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他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谈的我们讲的这个主题。他通过这项研究呢，得出他刚才的这个看法啊，我跟他完全有同感啊。诚然，戴先生是十八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这个看法可以删去，他可能将中西之间的差异提早了一个世纪啊。就是关于中西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样拉开的，是什么时候拉开的，在中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很多人呢都定位在1800年前后啊。这里我列举几个代表性的学者的看法。美国加州大学彭默兰啊，这个是美国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历史学会会长。他根据自己对于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构建关系的影响，提出1800年以前并不存一个经济中心，而是多元的世界。十九世纪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才脱颖而出，欧洲才真正领先于亚洲，世界才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大分流，或者说大奇变。这个大分流这个词啊，就是他创造的。这个词呢，现在已经广泛的运用于研究中西对比，在各方面的对比，
军事的、经济的、经济的啊各方面的对比啊，就在西文的文献中，这个词经常出现啊。加州学派的学者王国斌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以中西互实的方法进行中西比较更为恰当，即一方面以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他以这种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他们才变得截然不同。欧洲的农村手工厂被城市的机械化工业工厂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蓄秀和投资型的增长理论啊，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而中国的经济虽然因西方的入侵扩展了贸易和市场，但主要是扩大了私密型的劳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它主要是靠劳动力作为动力资源啊，靠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技术上没有多大的改进。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在他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一个有着惊人的差异的世界：近代早期西欧和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啊，这两本书间对彭莫兰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着力于经济资源和生产关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分析了中英两国的基础结构的硬件设施，这些包括金融财政状况、政府机构的设置、军队的组织以及政策方针，发现双方的差距是如此的显著。同清代中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基础结构上拥有更庞大的权力，英国有着更多的收入，可以支付更多，拥有更为高效的税收和财政体系，更好的货币体系以及债券体系，这是清政府所缺乏的。坦率地说，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是根本没有这些的。英国拥有更为高效的政府机构和陆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高效的海军。英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完全不同于当时清政府的典型的农业家长式的制度。他强调国家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切制度背后的制度啊，就这个国家政府呢，在国家的生活中间它具有支配地位啊。在此以前呢，德国学者弗兰克在他所著的《白银资本》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现在影响很大啊。他表达了不能说是相反，但是是相异的观点。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作为世界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的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到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源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方所望尘莫及的。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是暂时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仅仅是最近的事情。弗兰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前景，他是持乐观的态度。就这个弗兰克的这个德国学者呢，他把中西之间的差距呢，是在鸦片战争这个地方他才断开啊，才断开。他认为呢，在18世纪中国还是具有巨大的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世界经济体，因为中国所占有的这个白银的数量远远的
多于其他地方啊，几乎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这个白银都在中国啊，都在中国啊，所以中国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认为呢，这个西方成为世界的领先的这个经济体呢，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那现在到现在为止，其实也不到两个世纪，啊，不到两个世纪。就是在此之前，十八世纪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啊，围绕十九世纪中国为什么衰落，西方为何胜出这个问题呢？这个中西方的学界呢都展开了讨论。涉及的核心内容是怎么样评价中西方在前近代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经济模式和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由于西方在十九世纪崛起这一既定事实，所以讨论的起义点是怎样认识，是在认可这是一种西方内在发展孕育的必然结果，还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就是西方为什么会崛起，它是一个必然的因素，还是一个偶然出现的现象？啊，另外一方面，中国虽然在十九世纪出现了落后于西方的情形，是否意味着中国内在就没有向近代转型的动力？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曾经论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只是促成了这种发展。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啊，很著名的论断。啊，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觉得中国和西方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不可能走上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工业化的那个道路啊，也有学者是这么看的。当然新晋研究明清史的一个经济史学家李伯仲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为这个论断呢又再次提供了新的证明。最近二十多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趋向是在世界视野下将中西方的历史独特性与近代工业化相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啊，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趋势啊，一个趋势。十八世纪的清朝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他最大的错误在我看来并不是不愿意跟外界相接触，不是不愿意跟西方打交道。事实上呢，十八世纪的中国跟欧洲的关系之密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清朝前期的开放度跟明朝相比也有相当的拓展啊，有一定的拓展。问题在于清朝在与外国的接触中力图建立自己的世界体系，或者说按照传统的朝贡体系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从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都明确地向外界世界表达了这一意志。周围的弱小邻国被纳入传统的朝贡体系自不待说，远道而来的欧洲各国他们也以此相待，啊，就是欧洲各国派使节来中国的来的时候呢，清朝不管他承不承认，在他们的船上啊，或者是在他们的马队里面，他都插上一面旗子贡使，就也是来朝贡的啊，朝贡的。有时候外国人也很奇怪啊，他们是比方说他们想来这个，有的是来朝拜的，有的是想来做贸易的，有的是想来跟这个清朝谈判的啊。但是不管，清朝一律在他们的这个这船队的前面都会插上一面旗子贡使。那么除了俄罗斯、英国使团对这一做法表示异议以外，其他的国家是否都没有反抗的就接受了清朝外交体制的归顺？这个清朝对外国使团呢，它有一套礼仪的规定啊，就是三跪九叩啊，就是见皇帝的时候要按照中国的礼仪来行事。但是最早对这个礼仪提出异议的是俄罗斯啊，他认为俄罗斯的沙皇跟清朝的皇帝
是应该平起平坐的，所以他们所行的礼仪是他们本国的那个礼仪。清朝倒是接受了啊，接受了。后来清朝就是在康熙的时候接受了，但是到了后来嘉道的时候，嘉庆的时候，清朝要求俄罗斯使团按这个中国的礼仪来行事，俄罗斯不干，俄罗斯不干的这个嘉庆皇帝就说：“那你就回去吧，你不要来了。”啊，所以后来这个俄罗斯的使团到了这个外蒙的库伦这个地方，后来就被中国遣回去了。啊，英国使团呢，马格尼使团呢，他来中国以后呢，他被迫按照中国的这个礼仪，啊，清廷的礼仪，向清朝行礼。啊，他开始也要求，行按英方的那个礼仪，见女皇的那个礼仪来见这个中国的乾隆，但是后来没办法。但是到了1815年，阿美士德使团，清朝英国的第二个使团来中国的时候，他英国使团就坚决不干，坚决不愿意按照中国所要求的，按照清朝的礼仪，就是三跪九叩礼来行礼。他们要求改造一下，那清廷又不干，最后这个英国使团，这个嘉庆皇帝就，既然你不愿意按照我们的这个礼节行礼，那你就回去吧。所以他到了北京，到了圆明园，眼看跟见皇帝当时也就是一步之遥，但是他们就没有见到，而且在北京停留不到10个小时就被打道回府，那就被打道回府。英国之所以敢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国力，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所以他要求跟中国享受同等的地位，啊，享受同等的地位，啊，但是当时清朝呢，对这一点呢，可能还对英国的实力啊，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啊，没有足够的认识，啊。那么在俄罗斯英国使团表示异议的潜台词背后，就是要求英俄君主拥有与清皇同等的地位。马格尔尼就明确地表示，英王乔治三世是与乾隆皇帝平起平坐的东西两大君主。中英之间在外交场合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是英国扩张的殖民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之间的矛盾。外交是政治的继续，是内政的延伸，是以实力为后盾。所谓礼仪，其实也是对自我认同的实力秩序的规范，它体现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能力和对别国的这个控制能力。啊，就是你要求人家遵从你的能力啊，遵从你的这个礼仪，它实际上呢，是表示你能够掌控它啊，掌控它。当清朝感受到西方的殖民者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时，他的外交政策从嘉庆年间开始出现急转弯，禁教政策开始执行，天主教传教士大多被驱逐出境，或者是被迫离华，教徒人数锐减，对外的交往也受到严格限制。俄罗斯派遣的葛罗夫金使团无功，在来北京的路上无功而返。英国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天就被勒令出京，嘉庆皇帝关上了与欧洲交往的大门。啊，就这两个使团呢，都是因为不按照清朝的礼仪行事，所以他们都被遣送回去了，啊，遣返。那么嘉庆的对外政策之改变，至少与他本人的忠厚老实、平庸无闻的守成性格有关，毕竟对外开拓需要雄图大略的魄力，这个条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具备，但是在嘉庆皇帝确实没有。啊，嘉庆皇帝的这个人呢，很忠厚老实，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他不是一个具有雄图大略的皇帝。啊，航海贸易虽然在嘉庆年间仍然维持正常的发展，中国在东亚、在东南亚航领域的这个航运实力仍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到了道光年间，中西之间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鸦片战争前夕，来到
来华的西方的海船，1835年是199艘，总计是78000吨，1837年增加到213艘，总计到83000多吨，这个吨位也好，来船的数量也好，都大大的增加。这就是说，西方侵略者对华贸易所投入的舰船的数量，此时已与中国远洋商船总吨位相等了。从1820年到1837年，中间不够15年的时间，一方面是中国的远洋商船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这一消一涨之间，表现了中国航海贸易的变化，也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排挤。与此同时，世界形势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美国的新大陆开始崛起，欧洲大陆发生剧烈的变革，相形之下，中国却由于走向封闭而陷入沉寂保守的状态。十八世纪的中国缺乏制度革新的思想和动力，清廷在可比的世界竞争中可以说危机四伏，危机四伏，这是我们现在来看，在当时大概看不出来。它危机之一是内部民族矛盾严重。清朝的统治集团大家都知道是以满族为核心，满汉有别。那么北京城呢，它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是满城，外城是汉人城，这个就是一个象征。这个格局维持到19世纪中期没有改变。清朝前夕，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国际势力悉数荡平，在传统的秩序里，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国家机器之外，农村依靠中法制来维持乡间的秩序。有清一代，由于满族对于汉族实行严酷的统治，汉人只能通过建立秘密结社来反抗，以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为代表的秘密社会盛行，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这实是当时满汉矛盾的一个反应。危机之二，缺乏海上的开拓能力。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中国几无海上拓展能力，禁海政策实行封闭，实际上封闭了向海外拓展的可能。从顺治12年到康熙23年，为防堵内地人民与台湾的正式政权发生关系，清朝实行严格的禁海闭关。从康熙56年到雍正5年，对南洋禁海，主要是应对吕宋、噶斯巴两地的西班牙、荷兰西洋势力的渗透。乾隆6年在福建实行禁海，禁止私人下南海贸易，则是鉴于荷兰的殖民者在爪哇屠杀当地的华侨。在清朝前期，没有像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样举行大规模的出海活动。这个清朝这个满族呢，它是以一个以骑兵这个八旗，它是以骑兵为主的，骑兵步兵为主的一个军事集团，他比较重视的，在军事上他比较重视的是骑兵，对这个海上海军水兵他不太重视，所以这个清代这个海上几乎没有什么，前期在海上没有什么拓展这个呢，在这个禁海政策在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呢，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就是面对万里海疆，中国失去了可能成为海洋强国的资格，这与正在大力向海外拓展的西班牙殖民者西方殖民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近代西方的崛起，它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是从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他们发现一系列的航线进行远洋远征这个
发现新大陆啊，是和这一些这个新的发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都是跟航海、跟一个新的海洋世界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中国在当时呢，由于实行封闭的政策，在这一方面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作为啊。那么在这一点，清代呢也比明代甚至于更落后了啊，更落后了。危急之三，实行文化专制，文网恢恢，大兴文字狱，窒息了革新的生机。残酷严厉的文字狱几乎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始终啊。这个清朝这个文字狱呢，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啊。康熙虽然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但是在他在朝的时候呢，也制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狱啊，像明史狱、方天谱、朱方弹狱、南山集案，还有雍正年间的查士廷案、曾进吕留良案，还有乾隆年间的这个徐世敏、易伯楼斯案，还有卓长林易基失吉案等等啊，就是清朝从他这个上台以后呢，对知识分子、汉族知识分子的打压是非常严酷的啊。当然他另外一方面呢，在采取这个在文字狱方面啊，在利用文字狱打压汉族知识分子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这个采取开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来笼络汉族知识清音，以为其盛世来点缀啊，点缀门面。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呢，汉学的文字音润训诂教刊集仪考证这些学问等于得以增长，但是明末以来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的火花渐趋明末啊。就是在明末清初，大家都知道有三个很重要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世界里面有这个启蒙的成分，有对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批判的成分啊，有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省的成分啊，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啊等等的啊。但是这些思想的火花、思想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啊，没有延续下来。到了18世纪呢，知识分子集中做的主要是一些考证的工作啊，这没有多一些实证性的工作，没有多少思想的成分啊。所以18世纪的中西方它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西方的知识分子以法国为代表，掀起了启蒙运动，寻找向近代转型的突破口。中国的士大夫又与文化专制的牢笼，只能满足于以做传统典籍的集大成式的工作为自娱，啊为自娱，就是我们编四库全书，这是一种集大成式的工作，啊集大成式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呢，缺乏思想的成分，啊缺乏思想的成分，缺乏活力，啊缺乏活力。这是非常遗憾的。危机之四，士大夫普遍的缺乏世界知识，缺乏向外探险的冲动，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在18世纪，清朝成于1729年到1731年，1731年到1733年两次派使团到俄罗斯访问，以后呢再也没有派使团到欧洲其他国家访问，这表现了清朝对于欧洲外交的冷漠啊。所以对此，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学者张新朗先生不无感慨的评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外国使节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之使亦成数至，
然清朝在此130多年时间里面，竟未一次遣使佛海到西欧采风问俗，诚可一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130、140年间，清朝没有派一个使团到西欧去，他只是在18世纪前10-20年呢，派了2个使团到俄罗斯去过，去西欧的他没有派一个。为什么当时中国人不愿意去欧洲，或者说不愿意出使欧洲？1654年的时候呢，南明政权啊，这是一个残余的政权，他派使节到罗马教廷去，当时代替他的这个使节的是一个耶稣会士普密格。这个普密格到了欧洲以后呢，同罗马教廷的宣教部啊汇报的时候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能够反映这个问题的症结。当时罗马教廷就问普密格：“你为什么不带一些，多带一些中国的随从人员来呀？”普密格就跟他解答，原因有3个。第一个呢，因为华人的体质不强，不适应于做长途的旅行。他说当时呢，政府呢指派的随行者很多，但是只有2个人愿意前往，而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在途中病倒了，还有一个人呢在路上呢也几乎几贫于死，也差一点死了，就身体体质很弱，不适应于长途旅行。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强，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学识、财富都优于其他国家，所以呢他不愿意去其他国家，不愿意派使节到欧洲去，就自负，比较自负。第三呢，就是中国的商人不懂葡萄牙语，如何能用这种语言跟其他国家交流国事，就是外语不行，因为不懂外语呢，所以他也懒得跟其他国家交流了。那么普密格所透露的这种隐情，其实呢到18世纪呢也没有改变，身体不健，自信心强，又不通西语，这是当时阻止国人到西方去的3个主要问题。17、18世纪呢，到欧洲去的跟随到欧洲去的中国人，多数的都是一些传教，就是都是一些信徒啊，就是信仰天主教的中国的教徒。西学虽然经过西方的传教士的传播进入了中国世人的视野，但是大家都普遍的轻视西学，一般世人又与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和执迷于科举制，根本没有远赴欧洲游历的兴趣，因而也就缺乏切身体验的西方经验。士大夫对于欧洲所知甚为缺乏，甚为贫乏，他们总只是从传教士撰写的一些介绍性的小册子那里获得遥远的西方的地理知识，这些都是像艾儒略的《直方外记》、南怀仁的《昆儒图记》、利内斯、安文斯、南怀仁所写的《西方要记》，这都是介绍西方的，这些小册子都是传教士写的。那么中国人呢都没有实地经验，所以他获得的这个资讯呢都是通过传教士来获得的。中国着实可怜的西学与西方蔚为大观的汉学对比相形见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互相认识的深刻裂痕和极大的差距，这个差别很大，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啊！我做历史学的啊，我这个感受是很深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中国人研究美国历史和美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把这两个学问来进行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差别很大。人家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已经细微到一本书、一个村庄啊。比方说，美国汉学家研究湖北省，他已经研究汉口，甚至于研究你们湖北的一个县城。但是我们中国研究美国，
我们现在还停留在通论通史的成分层次，啊，我们还没有深入到人们美国的地方社会，啊，更不用说下层，啊，当然我们一度也重视美国的黑人史研究，啊，但是那个也成果，我看也大部分其实也是编译人家的东西，真正自己研究的东西，带有研究性的成果几乎也没有。啊，也没有啊，就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改变，更不用说200年前，啊，在18世纪西方的汉学，就是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成长为一位很大的学问，而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几乎近似于零，啊，我们所有的西方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传教士的传授，啊，传授。上述的各种危机当然不能为清廷的当政者所看清，限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清朝的末官紧盯在内部危机，他像一支救火的消防队，疲于奔命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对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说是茫然无知。就是因为清朝是一个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所以当时的汉族起义、汉族的农民起义和各地的反抗还是时常有之，啊，时常有之。所以他的末关主要是放在他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特别是在19世纪初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很令清廷震撼的事情，啊，就是。当时有一支地下的宗教组织打进了京城，打进了清宫，这个事件呢就是天地会打进了清宫，这个事情呢清廷很震动，所以在那以后清廷的对内的政策大大的收缩，大大的收缩，比乾隆时期大大的收缩，啊，过去呢，人们在总结中国没有能够成功的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原因的时候，有一种普遍的价值预设，就是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包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视之为中国迈向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成为铸造革命的逻辑出发点和主要理由。就是从内部来寻找原因的时候呢，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制度啊、政治的、文化的，都归咎为一些障碍啊。但是呢，从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从近代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例子来看，君主制度或者说君主立宪制，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代化的正能量，并不一定只有负面的作用，至少在近代的早期应该是如此，就是传统的政治资源呢应该是可以利用的，啊，并不完全只有负面的作用，在日本、英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尤其可以证明这一点。世界上大部分的近代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资源，或在相当的时间内尽可能地保护自身的传统的政治遗产，只有美国由于是天生是一个新大陆国家，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才产生一种崭新的政治建构，就是共和制，啊，共和制，只有美国是这样，其他的国家大部分国家还是君主制，在19世纪还是如此。法国在18世纪末，1798年以后，经过法国大革命，后来虽然也一度建立过共和制，但是它还是在共和制和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之间徘徊，啊，徘徊，啊，所以它才出现了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君主和复辟。共和制和复辟王朝之间不断地进行较量，啊，不断地进行较量和博弈，啊，真正在
20世纪以前，只有一个国家建立了共和制，而且是延续不断的，这个国家只有美国。就其他的国家在政治上呢，其实都是相对保守的啊，都是相对保守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如果在经济领域，人们认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甚至出现了早期的工业化，在文化思想领域有着丰厚的历史遗产应当继承，那么在政治领域也不免发生疑问：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传统是否就没有转化为现代化助力和新资源的可能啊？是否就有可能就没有这种可能啊？在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时候呢，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他在设计近代国家制度的时候呢，曾经特别留意传统的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他认为这两个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面比较好的优于西方的两个政治制度，所以呢，他把西方的三权分立扩展为五权宪法啊，三权分立啊，在三权分立之外呢，增加了两个东西，考试权、监察权。所以民国时期呢，它是实行的五院制啊。作为自由主义的胡适，他在谈到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这个问题时，也特别的指出，一个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2000年客观的竞争性的官吏考试应选制度，政府创立其自身反对面的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解释辛亥革命、君主制的推翻、共和政府形式的确立，以及最近30年与今后宪法的发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民主中国，就是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在胡适看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的，是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某种关联的。那么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呢？他也谈到了民主化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结构呢，相对是比较讲究平等的啊，还有考试制度，还有监察制度啊，这些啊，这也实际上也是刚才孙中山提到的，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里面呢，有一些政治平衡的，对后来这个现代政治产生有助力的一些资源。那么孙中山和胡适的认识都表现出并不排除利用传统政治资源的可能，在一个革命话语占主流的地位，强调维护传统的政治资源会成为保守的代名，而彻底的推翻则可赢得革命的美名。孙胡的努力表现出某种折中的倾向啊，就是他们呢还是想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做出一个平衡的选择啊。最后呢，我想以英国马甘尼使团的一个成员乔治斯丹东的一段话作为本文啊，就是作为我们报告的这个结语。因为这一段话呢，它大概反映了18世纪末西方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感受，它也刚好反折射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的伟大与局限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啊，与乔治斯丹通爵士所说，这里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宏伟景观，在人类的这个泱泱大国，人们都愿意结合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实体中，全国都安静地服从一个大帝王，而他们的法律、风俗乃至他们的语言始终没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他们和其他的人类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们既不愿跟世上其他地方交往，也不企图去占领。这个如实的观察，中国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和权力相比较，人类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支配啊、统治啊。就说中国这个国家呢，它比较容易受传统的观念支配。中国它既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向外发展的这种野心，但是它比较循规蹈矩的在自己的这个领土内。在这一点上，
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对外发展的这个雄心，这个也是一个局限性啊，在英国人看来，因为当时英国人是大力鼓张或者鼓吹向外拓展的，啊，我的报告呢就先讲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